一个玩儿，就是好不容易好不容易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就给自己放个假吧，镜头转一下。伊兰拉面，好多人。为什么在香港吃？因为之前出去日本的时候没吃，而且我们到的时间还不能办入住，所以就说出来吃点东西。你们现在评价是？这很难评。好苦。先慢着。就是要把这些配料都加进去，倒进去。豪华顶配，这么多。然后把溏心蛋剥一下。哦，溏心蛋要这么弄，要怎么弄？然后把它放进来，要裂。好，我们开始吃了。来吃下午茶，但是现在是香港的快七点钟了。没错，我们是七点钟的下午茶，所以很多都没有了。对，我们没法吃那个菠萝油，很多都卖完了。因为毕竟下午茶也不会七点钟来吃吧，而且那是早餐。对啊，好多好多人是吗？外面好热，里面好冷，里面好冷，所以来这边一定要带个外套。就外面是穿背心的温度，里边是穿外套的温度。软糯来形容，好，西多士的，西多士的，尝一下，跟着感觉切，切饺子，哇，流心儿，一个特写好吗？你看到它这个蛋液一直在往下流，拍到了，我拍到了，拍到了。感觉这个不错的样子，我先替你们试一口，蘸一点它中间的这个汁，怎么样？齁了，一下齁住了。
好腻啊。那肯定是甜的，但有点太腻了。你们要不自己吃一口，给你吃一口。毕竟你还芝士的，是不是普通的已经很腻了？是我干了。来，我来鉴赏一下。干杯，这个是红豆冰吧？嗯，就是经典红豆冰。然后这个是丝袜奶茶，然后这个是豆年茶。我先尝一口红豆冰。红豆冰不冰啊？那白的是什么奶吗？对，糖果。怎么？三杯没有一杯好喝的。会不会是你吃的问题？你尝一下，真的很苦。我还是觉得泰式奶茶比较好喝。迪士尼了，第一次来香港的迪士尼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也想着、啊、外面好热，现在下午2:05，是一天中最热的一天，感觉快死掉了。哇，它是那个达菲，对，倒过来，感受一下，你感受一下吧。
那个博物馆的那个电影。好吓人！刚刚这位女士在旁边一直狂叫，很高，但其实就是怎么心动了？怎么下蛋糕？你真的已经不撒小了？你确定哦？还可以放个箱子。If you ask me, he's never gonna reach that tree. I'm going for food. Oh, I'm gonna stay home this past week.哇，好凉快！来了，活过来！哇，大正，对，大正式。凉快。I really don't want to die. 各位 ，Ant-Man Wasp 需要我哋帮手，一齐击败苏。好快，你哋就要同苏有啲机械虫对峙。我哋发现咗五种机械虫，等我俾大家睇。奇侠飞行之旅，这个也是之前没做过的项目。我这是灰色是对的吗？一层灰是。被钢铁侠圈粉了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因为钢铁侠跟那个大黄蜂不是一个单位的，所以。喜欢并不冲突，对，所以喜欢并不冲突。OK 的，好
帅啊，我钢铁侠。站住啊，他能站起来吗？底下的这个可以。真聪明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没有那个头，这个不能喷水，这上面不能撕火。半步吧，没有，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咱们这还没有在澳门走的哥，不可能，绝对的。我现在就打开我的微信运动，不可能。就是我们要走了，明天出发下一站，呀，香港就要拜拜了。